什么是恨？什么是爱？不管你有任何危险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随时随地都会愿意为你冒险。和生辰八字是一样的，这副皮囊我要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，兰心蕙质，聪慧过人，特着其进宫陪王伴驾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我见有礼了，渴望爱情，却又得不到爱情。我认识的妲己不会爱慕虚荣，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爱情。我心里妲己已经死了。我只希望那个妖怪千万不要伤害你，千万不然我就是死也不离。我很快就可以把你放出来了，以后好好侍奉大王，我的心里只有靖侯一个人。寡人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感情用事，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自己爱的人，保护之所拥有的一切。若敢用法力对待凡人，走天桥。不要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要置我于死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尽管放寡人宁可负天下，都不可负他一人。季可，你还要替妲己报仇？你要杀我？你是妖？难道妖就没有爱情吗？我现在只是一个魂魄，今后不管我是生是死，你都要好。他却心心念念着另外。